亲生父亲向儿子下跪，如此父慈子孝的操作你有见过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这部番绝对称得上是当年最强的一月新番，它便是2021年的神奇动画只有我能进入的隐藏地下城。男主诺是准男爵家的三男，虽然身为贵族，但诺家族却是贵族中阶级最低的，平日里完全不受贵族待见。这次诺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却被子爵家的儿子通过关系抢走，于是便有了开头父亲下跪的那一幕。他对不起儿子，因为底层贵族根本无法与上层贵族对抗，所以父亲即便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敢多说一句，无奈只能跪在地上表示抱歉。诺的妹妹让他去报考英雄学校，毕业后就能猎杀魔物赚钱，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但诺就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考上。可青梅竹马艾玛却给诺带来一份希望，原来诺拥有一个超无解的技能打闲者，他可以告诉诺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未知的事情。可如此逆天的技能却因为每次使用都会伴随极其强烈的头痛，那诺根本无法使用它。可艾玛却告诉诺从古籍中找到了如何无痛使用大贤者的方法，据说上古贤者在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会在头痛的时候叫来妻子亲吻，这个行为有可能是缓解头痛的关键，所以艾玛决定白给来做这个实验对象。而诺也不拖泥带水，为了自己的未来他毫不犹豫地跃上去，果然成功召唤大贤者来回答他如何变强。之后诺按照大贤者的指示来到了隐藏地下城，在念出一段中二羞耻的开门口令后，里面没有神器神宠，只有一位被锁链囚禁的大姐姐。通过抚摸对方额头得知他已经被困在这里200年了，以前是一位超一流的冒险家，一次无意中闯入这座隐藏地下城，虽然打败了敌人却中了陷阱，限制他的锁链叫死锁咒，只要破坏掉大姐姐也会死。在得知诺尔想变强的信念后，反正他也没办法脱困，他不如把毕生所学传授于诺尔。当两人额头靠在一起的时候，诺尔便习得三个逆天神技，创作、赋予、编辑，可以随心所欲创造技能，还能把创造的技能赋予给他人或物，最后就是可以改写自己和别人的技能。如此逆天的神技自然会有弊端，每次使用都会消耗自身的生命力，当生命力为零诺就会死，越强大的创作和赋予以及编辑都会消耗更多的生命力，但只要做让自己舒服的事便能恢复生命力，恢复的情况根据当时幸福度来转化，也就是说色欲、食欲、物欲等等都是诺获得生命力的方法。当拥有这三个技能的同时，诺尔本身其实就是欲望的化身。在了解情况后，诺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艾玛要抱抱，果然生命力蹭蹭蹭的往上涨。于是诺尔为了通过英雄学校考试而付出300生命力创造出鉴定眼的技能，有了它就能获取所有生物的情报，顺便还帮助艾玛改善一下身材，只不过闹了一场乌龙，白白浪费了一点生命力。而艾玛在确认诺尔要报考英雄学校后也辞退工作陪伴他。第一轮考试是收集魔物素材，诺尔只身一人来到隐藏地下城，本来只是想猎杀一只稀有魔物，结果却碰上一只99级的大 boss， 只要被碰到一下诺尔就会被秒杀。本来想通过编辑能力来改变 boss 技能，结果需要消耗4000生命力才能办到，这等于要诺尔死8次，可他不想死，于是用200生命力让 boss 迟缓行动，再用100生命力创造出一块100厘米的大石头，最终成功刺穿 boss 心脏。取得 boss 头骨后，诺尔竟获得这次考试的第一名，还破了学校记录。可大姐姐明明说这是很垃圾的魔物，用来应付考试完全足够，殊不知大姐姐眼中的这只垃圾 boss 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超凶恶魔物，学生能打败他完全就是奇迹。为了不引起麻烦，诺尔把功劳全推给队里的伯爵队友，正好对方也是爱慕虚荣的主，诺尔也因为这个成绩而成功通过考试，但是学费需要30万元，这对于交情贫寒的准男爵家是完全不敢想的，老爹差点又要下跪，所以诺尔只能自己去赚，成为冒险家去接取任务。在听从大姐姐的指示下来到了奥丁公会，还遇到美女接待员罗拉，她耐心地给诺尔讲解冒险家的事宜，最后让诺尔写下申请表，结果被罗拉美色迷住的诺尔毫无保留地将大姐姐传授的三个技能写了上去，结果罗拉竟瞬间变脸。原来诺尔来的这家工会是大姐姐所属的工会，偶尔会有自称是大姐姐继承人的骗子试图加入，但罗拉有办法鉴别真伪，只要通过鉴定之书就能知道诺尔的技能是否真实。罗拉还跟诺尔打赌，只要他说的都是真的，就会让他看自己的胖子来谢罪。可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诺尔的生命力随着罗拉的谢罪而增长了不少，只有罗拉成了诺尔的负责人，也变相算是成了诺尔的后宫。从罗拉这接到了一个寻找虫子的任务，但这种虫子行踪神秘而且不好寻找，但对于拥有大贤者的诺尔来说这根本不是事。而头痛的副作用也在诺尔用创造技能制造出奶头痛信号而不需要再找艾玛亲亲抱抱来缓解，不过对于这个行为艾玛倒
表不抵触，将万丈的诺继续白给，还与他约定亲吻只是青梅竹马之间的打招呼方式，忽然缓解头痛都是借口罢了。在完成委托后的诺深受罗拉青睐，但这就让艾玛很不爽了，于是便也加入冒险工会，两人还合伙接了一个讨伐巨兔的任务。这时艾玛真的有点弱，他的攻击看似迅猛，但却完全没有伤害，还险些被巨兔给一脚踩死。在心上人面前出糗，艾玛整个人竟突然自闭。为了让艾玛变强，诺决定编辑他的技能，只是这需要消耗500点生命力。思前想后，诺想到艾玛可以帮助自己恢复生命力，于是在与艾玛做了舒服的事情之后，他成功编辑了艾玛的技能，使他的无怨打败了巨兔。学费凑够了，诺拉也跟艾玛握手言和，一切变得美好的关键似乎都是那半路相识的大姐姐所赐，诺很感谢她。而当诺如愿来到英雄学校后，才发现学校竟要求他们佩戴好自身阶级的徽章，这让诺又一次体验到了冷眼的对待。身边同学交流的只有自身家族的权势和排名，这让诺一时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公爵家的千金玛丽亚竟会与他搭话，这让之前瞧不起诺的贵族立马主动与诺靠近。可诺却没有心情打理这些小喽啰，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权势滔天的公爵千金会被人下了16岁生日必死的诅咒呢？这不应该呀。学院举行的训练才开始没多久，玛利亚就因为诅咒发作而倒地不起。看着眼前这个柔弱的少女，诺竟想帮她解除诅咒，只是想要彻底解除需要消耗8000生命，这是诺目前无法付出的代价。于是诺询问大贤者如何可以快速获取生命力，结果这个糟老头竟给诺出了一个下三滥的策略，让上课的女生排成一队，诺趁机揩油就能立马获取2000生命力，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办法。诺放弃了自己替玛利亚解除诅咒的想法，转头来到冒险工会，想要寻求罗拉的帮助。果然罗拉认识一个圣女露娜，拥有可以解除诅咒的能力。诺听后激动地拜托罗拉给自己引荐一下，在这之前他得到隐藏地下城见一下大姐姐，并询问她如何快速获取生命力的方法。结果大姐姐也不是一个正经人士，她让诺付出300生命力换取一个叫幸运色狼的技能，这个技能会在无时无刻让诺处于一种幸运的状态，大风偶然吹起女孩的裙摆，走路无意摔倒从而撞到艾玛的欧派等等，只要感到幸福，诺的生命力就会根据当时幸福度来提升，虽然生命力蹭蹭蹭的往上涨，不过这确实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所以诺将这个技能编辑改写成偶尔发生以及在正式场合绝不发生。之后诺成功见到了圣女露娜，在了解情况后，他拒绝听玛利亚解除诅咒，声称16的死印是无法解除的。看着露娜好像很自责的样子，诺觉得另有隐情，所以使用鉴定眼后发现露娜的解咒技能是需要付出代价，每次解除诅咒都需要消耗她的生命力，诅咒越强所需要消耗的生命力就越多。好在露娜的身份是精灵族，本身就拥有很长的寿命，但对于玛利亚的诅咒来说，这将有可能会要了她的命。诺最终也放弃了露娜帮助玛利亚的想法，可没想到露娜在知晓玛利亚的情况后却愿意帮忙，她想像母亲一样替人解除痛苦，为此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感到自豪。可事实上露娜十分害怕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对死亡毫不畏惧，因为诺亲眼目睹露娜用魔法救了一位小男孩后就倒地不起，而这仅仅只是因为魔力消耗而带来的诺后遗症，他先前那大无畏的表现荡然无存。不过当露娜再做一次选择，他依旧还是想帮助玛利亚，于是诺也做出决定，他打算把露娜解除诅咒技能编辑改写，将减少寿命改成减少金钱，这样一来露娜和玛利亚就都不会出事了，只是这个操作需要4000生命力，诺打算用最快的速度来获取生命力，于是便打算参加贵族举行的一场无聊比赛，名叫后宫炫耀大赛，谁让他给的钱真的太多了。然而这个比赛并没有那么简单，主办方是一个被女人背叛多次的贵族，围观的人全是一群悲愤的单身狗，亦或者有过相同被背叛的经历，他们嫉妒羡慕来参赛的人拥有后宫，于是各种粗鄙之欲层出不穷，这完全不是炫耀比赛，而是诽谤重伤大会，来参赛的人需要承受谩骂，后宫需要接受评委评分，第一名就能带走100万元。然而几乎所有参赛的人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没有人能让观众满意，似乎这些人都只是为了发泄，直到隔壁公会出现了三位美女，三位观众闭上了嘴，因为他们真的美若天仙，实在找不到词来喷了。可这反而让诺有些担心，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人很嫉妒很羡慕，马上就要到自己上台了，他怕这些观众将怒火转嫁给罗拉他们。可诺万万没想到，艾玛活跃的性格以及露娜圣女的身份和罗拉曼妙的身材一下子就让全体观众彻底沸腾，一举拿下2925的高分，打破大会历来的记录。
可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为了防止有人是在骗钱的，所以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诺尔的后宫，表达他们对诺尔的爱。于是在一番不能播放的画面闪过之后，主办方立刻拿钱让诺尔赶紧滚，他们是一刻都不想再看下去了，因为越看越生气，也不知道诺尔踩了哪里的狗屎才能被三位美人如此对待。拿到钱就解决了露娜使用诅咒技能的代价，而诺也在比赛时被三女温柔对待而感到极度幸福，生命力也达到了4500，满足编辑露娜技能所需的代价。一伙人来到玛利亚家中替她解除诅咒，而一下子付出4000生命力的诺瞬间感觉精疲力尽。诺一直很感谢玛利亚在学校对她的善待，可实际上在入学考试时，诺以第一的成绩入学，虽然找借口说是队友的功劳，但玛利亚却一眼就看出了诺的不同寻常。只因为常年受到诅咒，所以更善于察言观色，也更能理解他人，才会见到诺尔受人排挤而不对他产生偏见，最终换来重生。他扑在诺尔的怀里亲吻上去，这让诺尔的生命力得到恢复，而露娜也开始施展技能来解除诅咒。随着诅咒的解除，玛利亚身上的不适也终于消除。事后公爵奖励诺尔每人1亿报酬，诺打算用这钱来开一家某某稀有素材的店铺。为了收集素材贩卖，诺尔再次来到隐藏地下城，在大姐姐的提醒下，诺尔创造了迷宫阶层移动的技能，可以随时随地传送到去过的层数，再加上闪光技能可以眩晕敌人。准备好一切后，诺尔便开始攻略副本，1到4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可当到了第5层后，却遇到了一只漆黑的狮子，通过尖顶眼却看不到它的任何信息，可想而知面前这魔物究竟有多强。就在诺尔使用闪光眩晕对方，打算通过阶层移动逃跑时，没想到狮子竟开口说话，他叫虎丸，对诺尔并没有敌意，能来到第5层的人实力一定不弱，所以虎丸想拜托诺尔到第6层去帮他寻找好友巴谢尔。在第5层已经等待了350年，只因为好友一句让他在这等待，所以他从未踏入第6层。被他们之间情谊打动的诺决定帮忙，结果在第6层遇到了一群变异僵尸，逃跑后却被意外发现了精灵族的僵尸。仔细端倪后发现，这应该就是虎丸想要找的巴谢尔。在使用技能将他恢复后，对方得知虎丸还在等待他，竟感到愧疚，因为重逢后他也得马上离开，家里还有爱人等待他。由于家族规定不允许外人踏入领地，虎丸很大方的与巴谢尔分别。在目睹巴谢尔离去后，竟转头回到地下城嚎啕大哭。于心不忍，诺尔向虎丸发出做朋友的邀请，这让虎丸非常高兴，一人一虎在夕阳下朝着他们的家前去。很快学院那边就迎来了第一次考试，考试内容是收集指定内的魔物素材，每种素材的积分都不相同，如果积分不够10000，暑假就要每天来补习。为了让考试能顺利进行，诺尔来到冒险工会打算找帮手，结果发现罗拉竟和同事莎拉正在争吵，原因是因为罗拉负责的冒险者很多都被莎拉抢走，这已经影响到他的业绩，并且莎拉使用的手段都是非常下流，但碍于没有证据只能生闷气。诺尔通过鉴定眼看到莎拉的技能全是跟 A 剧有关的，两人更是打赌下个月如果罗拉的业绩依旧不如他，就把诺尔自动转让给他。为了帮助罗拉顺便完成收集魔物素材的考试，诺尔他们开始疯狂接取任务。考试的最高素材分是屠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设计好陷阱，最后三人合伙竟然成功屠龙，拿下巨龙之牙，自然成功通过考试。本以为凭借巨龙的尸体，罗拉这边也能顺利超过莎拉业绩，可没想到莎拉竟然冒险者们没日没夜的疯狂完成委托，只要能帮他赢下罗拉，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奖励。所以目前业绩上还是莎拉更胜一筹。罗拉气不打一出，竟拉着诺尔来到房间给他爱的鼓励。充满斗志的诺尔也打算开挂了，找到大姐姐询问关于稀有素材的收集问题，对方让诺尔去地下城的第7层，那里有许多稀有素材，但难度也相对很高。大姐姐是先教导诺尔学会3种魔法技能保护自己，可没想到地下城的第7层竟是宛如仙境一般，预想中的魔物没有出现，面前只有一位可爱娇小的萝莉，她到底是谁呢？竟能出现在这恐怖的第7层路口。眼前这个可爱娇小的萝莉竟是隐藏迷宫第7层的木精灵，她的本体正被下流的东西疯狂吸食，因为通过森林感知从而发现了诺尔的强大实力，于是便想拜托她替自己消灭掉那烦人的魔物。看着面前这楚楚可怜的小萝莉，像极了青梅竹马艾玛，诺尔于心不忍便答应帮她。可是前往事发地才发现，木精灵说的魔物竟是高达256级的恐怖存在，是诺尔等级的4倍高，只要一开战诺尔基本就是被秒杀。可是不帮忙，木精灵的魔力很快就会被魔物吸食干净而死亡。无奈之下，诺尔找到大姐姐寻求帮忙，但巨大等级的差距面前，大姐姐也让诺尔放弃。可碍于诺尔铁了心的想要帮忙，于是大姐姐替诺尔出了一个计谋，借刀杀人。先是引诱狼群，随后赶到魔物那边，再用编辑技能将魔物改写成狼群天敌，双方厮杀，诺尔坐收渔翁之利。无论魔物打败狼群后也奄奄一息，诺尔使用魔法技能杀死了他，成功救下了木精灵。
并获得之前与他约定好的报酬。凭借其中一个抄袭者的宝物，罗拉的业绩成功超越了莎拉，这让罗拉对诺瓦的好感蹭蹭蹭的往上涨。而另一个宝物则送给了艾玛，这下宝珠的他获得了两个新技能风步和风斩，本应该高兴的他却显得有些伤感。诺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却被艾玛邀请参加一场贵族派对。因为诺瓦准男爵的身份，所以他从来不喜欢参加这些贵族派对。那些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会毫无顾忌的表现对诺瓦的厌恶，但一听到自己如果不去，艾玛就得跟别人跳舞。诺尔想也不想的马上答应。等到派对后，发现自己手被森严，原来有一个叫幻灵的怪盗对主办这场派对的公爵发起通告，要对他一个珍宝进行盗窃。而听到这个名字的艾玛明显有些害怕，诺尔察觉到什么却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结果幻灵出现后竟说要带走艾玛，原来他也早就收到了幻灵的通告。而幻灵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一个负责盗宝，一个负责劫人。由于诺尔是一些不知情，所以在幻灵出现后并没有立刻防备，导致艾玛竟在他眼下给人劫走。诺尔立马朝着他们追赶，对方看甩不掉诺尔，就打算灭掉他。召唤出火凤凰，先是拖住了公爵大人找来的守卫团雷拉，自己的操作诺尔发起攻击，但最终还是被诺尔改写技能和创造技能打败，成功救下艾玛。然而另一个幻灵竟然一龙城守卫团团长靠近诺尔，没有防备的他只能看着诺尔被对方当成人质。或许是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幻灵竟没有注意到艾玛已经醒来。在艾玛和诺尔的配合下，幻灵最终被打败。而要说艾玛有多懂，他哭哭唧唧表示自己被玷污了，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成功用这个借口让诺尔亲吻了他，表示不管艾玛变成什么样他都一点不嫌弃。学会了没，艾玛老懂了。而因为救下艾玛的行为，他的父母帮诺尔解决了商铺租赁的问题。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雷拉竟然加入英雄学校，与诺尔成为了同学。或许是上车全程目睹了艾玛与诺恩的接吻，雷拉竟被这害羞的一幕搞得脸红心跳，所以后宫之位看来又要再添一员。正好学校要举行一场温泉旅行，全体同学都感到兴奋，女生高兴可以泡温泉放松了，而男生则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等到了温泉后，女生们也有些不放心的转头看向男生，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自己是正人君子，可下一秒却抱团开始准备行动。他们还打算拉诺尔加入，却被直接拒绝，因为他不需要偷看啊。而诺尔完全低估了这群男生的信念，他将这下流之事称作男人的浪漫。诺尔反驳说，男人真正的浪漫是绝不做出满足自我私欲而去伤害他人之事。诺尔尽力阻拦，但最终还是让一个有心之人得逞闯入温泉。可没想到老师早有防备，在他没有通知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去泡温泉。诺尔拼尽全力，不惜耗费大量生命力阻拦，总算也有个交代，最终因为疲惫而晕了过去。不过由于诺尔保卫女生有功，他也得到了幸福的奖励，生命力一瞬间破万，这一画面我只能吃独食的。之后诺尔的魔物素材店铺也成功开业，店铺生意非常火爆。看到这副场面，诺尔第一想到的除了大姐姐，自己能走上人生巅峰全靠大姐姐给的三大技能。在忙完所有事物，自己也已经变强大后，诺尔想要帮助大姐姐突破封印恢复自由，于是询问大贤者破解封印的办法，得知方法就在明宫第15层后，诺尔只身一人前往，只是面前有两条分岔路，一条只能自己一人前往，一条需要两人一起结伴前往。在尝试第一条道路发现充满危险后，诺尔便找到了艾玛，打算从第二条路走，最终成功来到第15层。可是没想到这里竟然也关着一位大姐姐，通过鉴定眼，诺尔发现面前的大姐姐是困住他的死咒所化身，根据预防石碑的提示必须解除他。诺尔知道这将会是一场硬战，果然被解放后的死咒所立刻攻击诺尔，完全不是对手的诺尔立刻通过传送门逃跑了。找到大姐姐本体，想询问关于打败死咒所的方法，但是大姐姐却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弱点，她被困在这里实在太久了，只能隐约记得自己陷入古战的那一次是在诺尔的城市。于是诺尔赶忙回去开始调查古籍，终于发现能让大姐姐甘拜下风的人竟是圣女利多利努所使用的献祭技能。诺尔用10000点生命力创造出了这个技能，但是这个技能的使用代价非常大，需要先进掉自己所谓的技能来获取力量增幅，献祭的技能越强增幅越大。诺尔本想再做一些准备，没想死咒所竟主动找上门来，为此他牺牲了三个普通技能，却仍旧不是死咒所的对手，眼看就要被对方杀死，诺尔的后宫团全部出动纷纷加入战斗，然而却依旧不是死咒所的对手。远在地下城的大姐姐感受到诺尔的情况，她十分担心，他之所以会将自己毕生所学交给诺尔，只是因为曾经有一位与诺尔很像很像的少年想拜自己为师，不想添麻烦的他拒绝了少年。但少年不依不饶，时间久了大姐姐也习惯了有少年的陪伴，而当大姐姐打算真正收少年为徒时，他却离开了人世。这件事让大姐姐一直很是愧疚，她希望诺尔一定不要有事，从始至终她都没有奢求诺尔就自己出去，如果诺尔因此丧命，她的精神或许会彻底崩溃。而为了贯彻信念，诺尔献祭的所有技能只会救出大姐姐，可死咒术的强大完全是她没有想到的，她连刺破对方皮肤的能力都没有。可最终的信念的加持
下，他突破了对方的攻击，从头砍了下去，成功救出了大姐姐。那些先机掉的技能也在之后与大姐姐重新创作。而关于洛的开挂人生还没有结束，因为隐藏地下城才到达15层，如果能闯关到100层，或许诺就能像大姐姐一样强大。对此诺充满信心，毕竟实力不够，后宫来凑，只要做舒服的事就能变强。完结撒花，这绝对是一部福利满满的龙傲天爽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愿称它为当年最强的一月新番。不过剧情上却是一般，给的男主外挂技能都不会使用，明明拿着神级技能却做的不符合技能的事，看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但整体看下来还是有不少好玩的地方，设定够爽。如果你也拥有创造技能，你最想创造出什么技能来使用呢？各位绅士不要害羞，大胆说出你的所想吧。